太阳吗？不能吗？哎，刚才咱那苞米得煮多长时间？哎，大眼，大眼不能喝啊！啊，大眼，我再给你倒一瓶来。大眼，胖哥一这家伙，终于提前直播了，终于呗。饭桶了，现在不能用爪子挠水啊！俺俩现在没吃饭呢。水桶了。我姐夫本来是寻思回家吃饭，然后再回来播。我刚才寻思吃饭去呢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嗯，我寻思拉倒吧，饿着吧，别播，别吃饭了，知道吧？我说不行，咱俩买点东西对付一口也行，是吧？我一瞅他妈点不行了，我再不播就迟到了，我靠！拉倒吧，不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今天收拾屋子了吗？今天都收拾，家们都收拾啊！但是，哎，三万卡呢？实在没办法了，家们啊，今天晚上整点年苞米吃。这屋没收拾够，这屋没收拾，家们收拾别的屋来着啊。就是我们这次吧，家们就是把那个，就是把那个狗的屋搬过来。然后把人的屋搬过来，然后呢，家们还有那个客服他们那个屋也搬过来，家们啊，咱搬的东西比较多啊，因为家们你们看三元爹正好这下面还有上边这么大面积，家们啊，咱都不在那边住了，知道吧？都搬过来了，我爸我妈呀，还有咱们干活的呀，我媳妇那什么呀，客服啊，等等等等，家们全搬过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，家们？因为原先太分散了，知道吧？原先咱们家呢，家们狗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其他的都可分散了，所以咱们这回呢，就是把这些都整一块儿去，知道吧？一个是省房费，二一个呢，家们就是照顾狗方便，知道吧？人多，知道吧？人多了，啊，因为大家伙都在一块儿，谁有空，谁有时间，都能遛遛狗。总能照顾点狗，哎呀妈，这点屎让你搓的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好久没来了，小舅子可忙活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点粑粑让你拉的，你好好搓，你好好搓，花眼睛小迷糊，那边还有粑粑呢，怎么今天咋这么能拉呢？这粑粑怎么拉的跟羊粑粑蛋似的呢？你好好搓，别他妈搓哪都是，我的妈呀！你别撅我脸上，哎，那边还有一个，怎么还有啊？今天咋这么能拉呢？咱们点点亮，家们啊，点点亮，欢迎大家伙儿，别扬头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铲屎官不称职，这铲屎的一点都不称职。小舅子铲屎官，老四吃多了。我咱玩点啥啊，家人们啊，那个那我估计开锅了，你看去吧，开锅也好啊，开锅不是开锅，怎么也得十来分钟才能好，我估计现在已经开锅了，开锅你就在锅里扔着，一会儿再吃好吃，你直接拿出来烫，太烫了啊，我跟你说，俺家这帮狗蛋都跟我小舅子走，你看吧，都跟我小舅子走，我跟你说，我小舅一句话直接他们直接跟撩杆都撩杆子了。啊，上火了吧？上啥火呀？那一个比一个能吃啊！福妞，你吃什么玩意儿呢？福妞，出去，出来，起来，出来，福妞！操你哥，这他妈上一家刷马桶的东西，你啥玩意儿你都造，你不闻那啥味儿啊？啊！必须安排礼物，感谢俺家三位小迷糊，感谢啊！嗯，刚开锅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哎，你给狗蛋子发点牛肉粒吃，来，发点牛肉粒子，那儿有，窗台上有，给打开牛肉粒，他们可喜欢吃了。镜头颜色不对劲儿，是青色的，就是青色的，家人们，就是青色的，家人们，我给你看看啊，因为这个墙就是绿色的。啊，这个墙有点发青啊，院子扫一扫，哎呀，
哎，咱们明天，哎，我记得有个圈呢，是吧？是不是有个圈？三子，你别着急。三，都坐好了，都坐，不坐好不给吃。三，坐下。坐。对，坐。坐。谁不坐不给吃？不，坐好了，不能抢。我坐一个。三坐下。好，给三一个。哎，三谢谢呢，三谢谢你呢。啊。我谁会谢谢？谁会谢谢？附近人家，附近没有人家，附近没有人家家的。三哥，嗯，哎，呀，三哥是吧？对吧？附近没人。对吧？你听，没有人，没人住家们。啊，哎，张瑞，你估计方圆多少米之内没有人？你感觉？啊？铲屎官，你觉得方圆多少米之内没有人？不得500米啊？不得500米。方圆500米之内没有人啊，相当于一个村庄。这边人怎么着，家们啊？这边吧，人家白天都下班了，没人，没有在这住的，知道吧，家们啊？他不像咱养狗啊，他不像咱们，家们啊，咱们净什么晚上活动。知道吗？人家白天活动的人都回家了，知道吧？人家白天在这上班的人都回家了，知道吗？你看老大瞅大眼的，老大刚才瞅大眼一下子，啊！我跟你说，这块这狗咋叫都没事儿，就怕把狼给引过来。都坐好了，三爷没坐下。坐下三爷。对，这个扶着坐下。扶着坐下。哎，对，给一个。啊，他一坐下就起来。明白了，他一坐就起来，咱们点亮，家们啊，点亮。明白坐下。买东西还送狗蛋照片吗？家们就买这个年包米送，现在啊，年包米29.9，拍一发8磅，年包米好吃啊，家们啊，你们买到的是咱们正宗东北黏玉米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家们啊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黏包米啊，咱牡丹江黏包米好吃，家们啊。你看老大，牡丹江黑哪有狼？这旁边有个山，旁边有个山，就怕有狼。是签名照吗？不是签名照，家们签不了名。现在老四，家们不太方便。现在老四不太方便，家们啊，签不了名。你这好像听不懂话啊？哎，你这位，你这位山那点，看他们上不上去？来，这位去。嗯，哎，这位应该都能上去吧？虎妞，哎。虎妞如果能上去的话，给他一大把。你这三位上来，让三位上来。三位上来。那小石头都能蹦上去，三位蹦不上去呀。石头能上来的。啊？石头蹦上去的呗。石头都能蹦上去，三位蹦不上去啊？啊？你这又买大别野了？买什么大别野了，家人们？过两天我搬家你就知道了，是买的还是租的？啊？租个半年我就搬家啊！半年之后你关注我半年，你看我半年之后搬走了，你就知道我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了啊！这年头谁买房子？那么纯傻嘚儿吗？是不是？谁买？啊！今天5000块钱买的，那么明年他妈就掉到2500，这不纯傻嘚儿吗？不，辛辛苦苦他妈一年啊，都不够他妈房子掉价的。买房子谁买房子嘚儿喝，是不是家们啊？这房子我跟你说，家们啊，这房子要想买下来啊，家们就这房子你想买下来的话，你没有500万你买不下来。我跟你说，有价无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这房子我租的面积是我租的面积才300多平方。啊，300多平方，楼上加楼下加一块儿，家们啊，总共是家们多少平方？将近700平方呢。那一粒一粒的都不够老四塞牙缝。老四看，你让他们上去来，三位来，三位上，你让三位冲，你让三位来，三位来，我让三位肯定能上去啊，那给我来，三位来，三位过来，来三位来，来三位来，来一。
三来，一二三，三上上。哎呀，三来，三过来，来，一，一二三，三上。seven 怎么能蹦不上去呢 ？seven， 你咋蹦不上去呢 ？seven， 啊？冬天取暖靠啥呀？靠暖气家吗？啊，自己取暖，啊，纯自己烧，我们这纯自己烧，啊。哎，你等会儿我找个大有我找个大零食，咱们玩个啥？玩抢零食的，来，咱在户外就玩抢零食的，咱这回那么远点儿，这回远点儿家们啊，来，过来，你拿点，你拿点来，你拿点就行了。这回远点啊，我拿个大个零食啊。啊？啥呢？完了啊！刚开锅。小石头都能上，你这仨咋还上不去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有点笨，上不来呢。正常来说 ，seven 能上来 ，seven 那天上来了 ，seven 那天都上来了。seven， 过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大眼子还想上来呢。哎，石头搁这儿呢，石头下来，石头下去，下，石头来，哎呦我去，石头是自己蹦上来的，我靠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那这么厉害，过来来，米花，老大。为啥我手机里总显示是有离弹的，但是不能下单？离弹的已经没有了，离弹子已经没有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你手机能显示。我看我这边好像也没有了，我这边也没有了，应该是已经下架了呀。它就是受光了，但是没下架。受光没下架，喝上水了。哎，还大眼子还行哈，大眼子不怕他们。四哥姐夫是谁？四哥姐夫，老四他姐是，他姐没有姐夫。对啊，换地方了，换了个带院子的地方。完了，有点要感冒了。来，咱们玩一个抢零食比赛啊，家人们，看谁跑得快啊！刚才的声音像太监呢，谁整太监声？啊，谁整太监声？家们，你们选，你选一个，这回你再选一个，你这回你选一个组合，这么的吧，你选一个，我选一个啊，看咱俩谁能赢，行吗？你选一个，我选一个，感觉他俩，你们，你感觉他最，你先选，我选啊，你先选一个，你选腐妞，我选小迷糊来。我选小迷糊，腐妞和小迷糊比试一把啊！家人们，你说腐妞和小迷糊谁能赢？我说的是从头跑到尾啊，家人们啊，从那头跑到这头，啊，从那边跑到这边，看谁跑得快啊！谁吧？操你个，又洗脚了啊！来，小迷糊进来，来，三小进来，来，把盆收起来，把盆给他收起来，来，不喝，给他倒了他。不，靠边上，靠边站，叫三月总洗脚。他这他洗脚的盆吧？那是。好，三月可坏了，不想让别人吃。三月不想让别人吃。家人们，你们买年苞米的话，你们想要照片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备注上，家人们啊！你要不备注上的话，肯定没有。不备注上没有照片，必须备注上才有啊！
长跑是小迷糊的，小迷糊肯定能赢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啊！大眼，带回大眼来。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了？大眼，好，小迷糊，福妮，我看啊，来三块钱，老司机，老大姐，石榴，石榴来，石榴。石头进来，好，你们仨一个笼啊，好，你们仨在一块不打架，然后呢，你选腐妞是吧？三个进，三个进，三个进来，三个进，小明出来来，好 ，OK， 啊，我看看谁能赢啊。这么的啊，你让小狗上那边去，上那边坐着去，你让他们在那坐着啊。要这么的，要你拿手机来，你拿手机。拉倒吧，你别拿手机了，我拿手机吧。今天播这么早呢，咱们以后就是早播早下播，家人们啊，早点直播早点下播啊。对，咱们改套路了啊，再也不熬夜了啊。看看小迷糊和老四，看小迷糊和腐妞，他俩谁能赢啊？来过去吧，过去吧，你去吧，让他俩坐好了啊。你看他那点能不能听你的？一定让他俩坐好了。我看能不能听我小舅子啊？都是你教的，跟你一样坏。我买的南果梨就没照片，下面你们备注的肯定就有，你们不备注就没有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不备注的话，咱也不知道你要不要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那有的人他不想要咱家照片呢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他真不想要咱家照片怎么办？我得把那门关上了，三娘太能叫唤了。好吧，不许动啊！不许动啊！我零食放在这儿。啊，家他能看着零食吗？能看着吧？不许动，不许抢跑啊！等我数，家人们，你们猜谁能赢啊？我放在他们俩的最中间的位置啊，家人们啊，各就各位，三！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情况？啊，小迷糊怎么临时拐弯了呢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什么？小迷糊看错了，腐妞看对了，小迷糊应该是看错了。没看见。啊？这把不能算。咋的了？都没找着目标了。都没找着目标。都没找着目标。他妈太远了，家人们，20米太远了，不到20米，15-16米吧。啊，这边来，想看看屋子，想看屋子里，屋子这儿呢，家人们。哎，腐妞。靠你哥的腐妞啊！你他妈你真行啊，腐妞啊啊！你自己往下拿啊，腐妞大你是真行啊！你自己往下薅零食，把腐妞大的绊倒了。来来，我试试，你上这蹲上去，来来来，把零食给你来，你让他们看一眼啊，你让他们看一眼啊，干啥了？就这小零食，来，不是，来，坐下来，坐下，来，坐下，你坐，不许动，你要是想动什么嘛？来，大眼，来，坐下，我看了，看着了，你都离远，看着了，多远事了？你坐下，迷糊，你搁这儿什么？不要，坐下。来，搞这儿。坐下，坐下，你看看，等会儿呢，啊？你就认准他了是不是？回去我拿来。操你哥，你就认准他，对不对？啊？谁抢着了？让迷糊吃了。迷糊呗。啊？太远了。太远了，我看不到。跑一半都给他闻上了都。不行，家们，太远了。这个距离呀、啊，远超出了俺家我们家狗子的嗅觉，家们，超出了
超出了界限啊、嗯！你说是眼神不好吗？眼神不好吗？还是家们你们说是眼神不好吗？还是因为太远的事儿？那你说 seven 能不能看着啊？太远了，纯属碰运气。来，给你家一人一个奖励，来，给个奖励啊！是不是多少米糊吃了？俩多少米糊吃了吧？多少米糊给造了？给你一个，怎么样？你想要吗？迷糊啊？你想要？想要迷糊跳个高，迷糊蹦个高，行不行？迷糊啊？啊，来，迷糊坐着，迷糊来。迷糊啊，你坐着，你想要吗？迷糊啊？想要你亲老一口行不行？迷糊啊，亲老一口啊，嗯，虎妞，嗯，亲老一口啊。这往这拔什么头啊？你快迷糊，迷糊，你干啥呀？迷糊，哎，别迷糊，过来亲我一口。我说话说的做到，迷糊，我说的做到，我肯定给你吃的，啊。这搬过来的吗？搬过来的，家人们啊，没收拾利索呢啊，家人们。你又躲呢？你那我是，咱不管 seven 啊，家人们，咱就不管 seven， 我看 seven 能叫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什么时候不叫唤，我什么时候放他出来。嗯，给斧妞吃一个，我看三个时候能不叫唤。呀，坐下。我就想让三文知道一点，他叫唤没有用。你歪头瞅我干啥呀？三位现在一直以为他叫唤有用，知道不？我一定要三位知道叫唤真是没有用啊！那么多长的线。啊、哦，你说那个呀，那个是网线家吗？啊、哦，那是网线，今天接网线来着，我今天接线接监控来着，咱院里没有监控不行啊，我先把主要的给它接上它，看见吗？今天这是我今天新接的网，接的那个什么线，家们，啊，接的监控，知道吧？啊，今天怎么？播着这么早呢，你看着了家们，看着了吗？那个地方一直在闪的那几个灯，就是我今天刚接好的监控哦。因为现在咱们到这个新院子里边吧，什么东西都不重要，我觉着吧，家们先把监控给它安上的，知道吧？嗯、哎，先确定狗蛋子的安全，上劲儿了。安不安全不重要，先告诉别人咱家有监控。啊，游戏设施的啥时候弄？游戏设施的话，嗯，家人们，就咱们陆续的吧，咱只能陆续的话，我不能说报时间啊，哪天干什么，哪天干什么，我不能报这时间，知道吧？你别整倒了，那个那靠墙上，你再转，你给他转个摸摸不就完了吗？转一下子吗？往那边转，底下根底下转，根底下转，根底下转，好了，啊，三层小楼都是你家租的吗？不是，三楼不是啊。三楼的话是房东放东西的，嗯，我们家租了就租那个，
二楼、一楼和一楼和二楼啥的啊。三楼的话没有用，用不上啊，上三楼干啥去啊？知道吧？人房东放东西的，人锁起来了。人这个地方原先是个厂子，知道吧？他以前在三楼那地方办公啊。三楼我第一我放不了东西，我也放不了货，我也放不了狗，是不是？要那么大地方有啥用啊？你们那边几点了？我们这边现在是11点，家人们，还有一个小时，12点我们就下播了。啊，哎，今天怎么这时间过得有点慢呢？11点吗？现在？啊，11点了，家人们。啊。啊？他们肯定得说三兄弟直播早有原因的，他掐表播的，掐表播的，现在11点了。啊，正好是平时直播的点儿。啊，家人们，我这生物钟调了，家人们，我生物钟调了，调表了，家人们啊，现在此时此刻就是我平时的11点钟，知道吧？啊，现在就是我平时在11点钟时刻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，这是哪儿啊？这就是咱们新租的地方啊。嗯，包子花卷子快生了，花行了。来，下一杯，刚才我赢了吧？啊？看房子，你们想看房子啊？看房子，家们，看房子。这个是个卫生间，啊，就这么大，家们，新房子就这么大，啊，新房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快生了，小花卷就快生了。哎，这边是个屋，这边以后，这边也是个监控，家们啊，这都是一些监控啥的，啊，这屋也要那个啥，以后说放狗蛋子，放猫蛋子，大眼子咋的了？大眼子没事儿，家们，大眼子在这儿呢，大眼在这儿呢啊，这手套谁掉进来的？上哪掉手套的？谁掉的？啊？花卷怀孕了。啊，大花卷子怀孕了。然后呢，下一位，下两位，让三位出来，来，三位，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个谁？三位和选一个，你选三位呗。我选不选三位，选老四。你选老四，我选三位。啊，选老四，我选三位，我选十六，我选十六。啊，来，不用进，不用进，不用进，三位，我们快，三进，不用进，不用进，操你哥的，真他妈气，不用进，我非得揍你一顿，是不是？进去。不进来，滚！这我藏猫糊呢，是不是？滚！你滚呀！来，接下来有请我四哥和我四嫂子，再把我四哥和四嫂子放出来。鸭大帅没货了吗？鸭大帅的话，过两天没有货，家们啊。鸭大片儿。我估计家人们压大片，我估计再有十多天啊，家人们啊，哎呀，一会儿让那个 Seven 跟老大进行比啊，让老大比啊，那个压大片的话再有十多天就能有那个就能有了，家人们啊，压大片子三兄弟买了个烘干机，家们啊，我买了个烘干机，专门烘鸭肉大片子啊。在外面，家们就是，之前在厂家不离我们这地方太远了，家们在山东那地方啊，我买了个大的烘干箱，家们啊，然后呢，一次能烘个50多斤，啊，一次能烘个50多斤，然后呢，我还能边卖，咱们家狗还能边吃。知道家们，存以后咱家烘干大鸭肉片，存三元爹自己整的，啊，存我自己，纯手工制作的啊，对。
就要看妞妞。来，老四来，那什么呢？那个麦棒来，老四来，老四来。这个咱不整那么远了，整那儿吧，不行，整那儿吧，行吗？你等着上那儿去，来，上那儿去，来。上那儿吧。啊？哪儿？从这儿到这儿。从这儿到这儿。这边都拉的。行，来上这儿行，上这儿行。这地方水啊，这个地方是水，没事啊。就爱看妞妞。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和他媳妇坐好了，来，老四。老四坐这儿来，老四坐这儿来，坐这儿。你看你俩上上面干什么去了？你俩上上面干啥呀，老四啊？下来，老四来下来。啊，水溜下来来，好了。小老四、小舅子，你俩玩啥呢？好玩。来，你看老四，你又上去干啥去了？老四咋这么能蹦高呢？你，哎呀妈，这俩坐那边不行吗？这两口子真齐心，啊！来，老四来，来坐着。你看老四，老四啊，你是不是有劲儿没地方使了你？啊，四哥，你是不是有劲儿没地方使了？真能蹦的，真能蹦的呀，你俩！啊，石头来，石头，你看石头来，石头上，你看石头一下就上去了，家们果真呐，不是一家人，不入一家门呐，家们啊，那没有共同的爱好，那能是一家人吗？我四哥会滑了，我四哥当时咋的？老四亲了你一口。啊，老四该洗澡了，不是老四该洗澡了，家伙啊，咱家这帮狗蛋都该洗澡了。来，三个下来，来，老四下来，来，老四坐。啊，媳妇来，你说他俩谁能赢？坐好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谁来不许动？啊，不许动啊！你看，你把石头摁好了，不许动啊，放这儿啊。让石头回去，让石头回去来。石头过来。让石头回去吧，让石头回去。过来，老四坐，石榴过来，我这坐，我跟你说，怎么玩，老四也玩不过小石榴。看好了啊，老四啊，看好了，你看我四哥会乐，家们啊，等我家们，你信不信？等我马上要数到三的时候，我四哥立马就闭嘴。你别看他笑得多开心，家们啊。等会儿老四啊，老四看好了啊，预备，一，哎，老四回去，我数二了吗？我连二我都没数啊，还没数二呢。对呀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坐好了。石榴来，快来，石榴来，那坐好了，你让他坐好了，来，还没数二呢。你看你数，你就自己先三上了啊，不铺个垫子，老铁，你告诉我怎么铺垫子？这咱们家大院子，你告诉我怎么铺垫子？你在咱们家院里边铺个垫子，那在院里边盖个房子得了呗？是不是家人们？你们说呢？啊，还在院子里边铺个垫子，咱们盖个房子得了呗？各就各位，一。哎呀，整个院子，高台子干啥呢？看着不整齐。你说这个高台子，我要扒了墙就倒了。这个高台子是这个墙的基础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半山坡上，知道吗？你看这个墙矮的高的，越往那边越高，知道吧？这个房子。建在一个半山坡上，如果啊，这个地方我要给拆了的话，这房子就倒了。这是房子的基础。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吧，老铁？是不是？顶梁柱啊，顶梁柱。这一趟都有，家们啊，铺垫子，下雨就长虫子了，下雨不就长虫子了？我们这叫基础地基。地基是地基础，基础也是地基，明白吗？基础也是地基，啊，就是地基的话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老百姓的说法叫地基，但是呢，就是课本上，家们啊，都叫基础，知道吧？啊，这属于什么家们？这属于锚石基础，知道吧？这属于锚石，啊。我们以前学的就是这个
公民界土界，我以前学就这玩意儿。来，四哥来，你也不让你让着你媳妇了，四到新家了，都是一个说法啊。老四，你也不知道让着你媳妇儿啊，四哥，啊，四哥，全搬过来了，对呀，家人们，全搬过来了，但是房子没收拾利索呢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老四来。我主要是那边房子太贵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住一天的话，又花，你们知道我在那边住一天花多少钱吗？一天200块钱，家人们知道吧？我这边没等收拾完呢，我就赶紧把房子搬过来了，一天200块钱呢，在那边，知道吧？原先是怎么事家们啊？原先是6万块钱租一年免一年，现在呢，家们是现在呢，这不口罩不过去了吗？之前不口罩期间吗？所以他给便宜，啊，现在口罩过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，家们？他不给便宜了，知道吧？再一个房子漏。啊，房子要不漏的话，家人们啊，他再给便宜点，我可能我也不搬家了，我也不想搬家，知道吧？太贵了，一天200块钱，扯淡的嘛，200块钱够咱家狗蛋吃多些的，是不是？不许动，石榴来，不许动啊！啊，不许动，小石榴，谁都不准动！预备，三。害的是俺家老四啊，还有老四让着媳妇呢，我四哥这是，四哥之前都有让啊，今天第一回合自己的先尝一尝。哎呀，老四啊，来给个奖励，老四，四哥太牛了，四哥啊，四哥坐立，老四坐立，一二三坐立，老四坐立，老四一二三，老四够一个，老四你够一个，够，老四你够一个，老四你够一个，老四够一个，你想不想吃？你够一个，老师来够一个。哎，我操！咬着了，差点掏我手。你干啥呀，老师？啊？你干啥呀？你不知道小心点？你不知道小心点？看给他吓的。来，坐好了。你哎，你说一下大眼，如果要是现在呼老四脸上啥，老四啥反应？老四直接掏一口，能吗？能，你觉得能吗？能。你看老四怎么呼？你看家吧啊，你看石榴怎么划了，老四都没事。你看，哎呦我操，你看怎么划了，老四都没事，怎么上老四身上抢东西都没事，是不是？误伤正常。老四来给奖励来啊，换别的狗蛋来，换三吧，哎，老四啊，咬嘴唇子了，老四一二三。你看老四，躺上完了。哥，你看老四，啊，新家挺好，带院子，狗子都开心。你看老四好不好玩，家人们？粘苞米拍一发八棒，家人们啊，喜欢吃粘苞米的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家人们，咱正宗东北粘苞米啊！哎，你把粘苞米拿来吧。好了，是吧？三元放出来啊，三元放出来。回去，老四来，回去。俺们今晚也吃粘苞米了，来，那石榴来，过来石榴来，石榴小石榴蛋子还意犹未尽呢，看大包子呗，大包子，来，老四，石榴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家 Seven 和老大，啊，我给你看大包子，包子。大包子，嘎，包子，想不想老爷？包子，哈，包子，老爷来看你了，包子，我来看包子来了，合着上土豆粉呢，老爷蛋子，土豆粉子，再等一个月吧，家人们啊，再等一等吧，土豆粉子啊。来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家 Seven 出来，来，只有 Seven 能出来，怎么着？Seven 来，Seven出来，来，
师傅才能出来啊！啊，包子不是蓝猫，不是蓝猫，是不是蓝猫？包子就是蓝猫啊！三妈，包子包在笼子里边，大家们啊，不知道老大和老四谁厉害，老大和老四肯定是老大厉害，肯定是老四厉害，家人们，老大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三妈跟老大的话，老大都抢不过三妈。啊，包子那些小猫崽呢？那些小猫崽的话，它长大了送人了呗，家人们，过来，来，三妈来。小猫崽长大了啊，卫士钙片上点，卫士没有钙片，家们现在都没有啊。来，家们喜欢吃粘苞米的啊，哎呀妈，这粘苞米嘎嘎的，家们啊，你们想买粘苞米可以拍的啊。来，小舅子，来我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先吃行不行？啊，吃吧。咱是粘苞米，现在是想捡粘苞米了吗？对，讲解中。我给你看粘苞米啊，家们啊。这粘苞米是我蒸过的啊，家们啊，我带袋蒸的，这个东西带袋就能蒸，老黏糊了，家们啊，有莫若细呢，嗯，啊，莫若细呢，是吧？哎呀，玉米味贼足，哎呀，颗粒饱满呢，你说咱以后要如果要是。我都希望在楼上直播了，在楼上直播，我天天，我冬天我都给咱办件事。这冬天你说咋穿棉袄？穿大棉袄呗，在那屋里都得穿棉袄。嗯，冬天。啊，八根家嘛啊，粘毛芋都好粘了。嗯，我给你看看。嗯，啊，哎呀，直沾手。啊。又甜又好吃，而且咱们家粘苞米家们全是大棒的啊，18厘米左右的，基本最少也得18厘米啊。给 Seven 吃点，能行吗？狗吃粘苞米不消化啊，不消化。蓝猫拉肚子该吃什么药？狗吃这玩意吃多些拉多些。他今天吃苞米，明天早上就拉苞米粒子，他消化不了。人们你蓝猫拉肚子该吃什么药？肠胃宝就行。肠胃宝，搁几号链接呢？枪进去了吧？嗯。狗吃也粘牙不行，对。肠胃宝啊，在第39号链接加吗？啊，拍一发30盒。你们在外面买30盒的话，得90多块钱，在我直播间只需55块钱，而且100%的好评价嘛。啊，这肠胃宝的3元店卖好几年了，你别往地上扔啊。狗吃粘苞米不消化。我不知道你们给没给我自己家狗吃过苞米啥的。咱们你们猜什么玩意儿过去了？啊？咱们你们猜什么玩意儿过去了？
拉机啊，有人说拖拉机过去了。嗯，咱家这个玉米你可以带皮儿蒸，明白吗？啊，其实带皮儿蒸的话好吃，带皮儿蒸的话没有水分去涮它，知道吧？它里边味儿就是玉米味儿更足。嗯，直接带皮儿蒸，家人们啊，不好吃你给我拿回来，家人们啊，看看娘苞米。啊，真的，粘苞米熟的话不好吃不甜，家人们不糯的话给我退回来，我全给你退了，他家人们，你多少钱买过，你多少钱给你退，啊，我卖这么多粘苞米了，我家人们，三兄弟卖这么多粘苞米了，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，家人们啊，这粘苞米谁好吃，而且都是今年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好了，咱玩游戏，家人们啊，拔棒买啥去，家人们，好吃，你信我的，家人们啊。粘苞米早上不爱吃饭的家们，对不对啊？吃点粘苞米是不是减体重，对不对？它粗粮王，粘苞米属于粗粮王。嗯，什么叫过去了，我刚才说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，拍一发拔棒，家们啊，想买的话你们可以拍的，干啥呀，裁判，你上去够去，你上去拿去，你咋这么笨呢，塞文？你咋拔上的？塞文不能叫唤，你不能叫唤。塞文，你叫唤吧，叫唤我也不给你吃。你可愿意叫唤了，塞文？你咱不能叫唤，你看看你怎么不听我的？你怎么不听？塞文叫啥？塞文总要东西，知道吧？他一要东西他就叫唤。塞文一要东西就叫唤，不能加 ，no no。那坐，坐下。No， 删你。一会儿你跟老大你俩抢东西，三哥啊，听不听着？你听不听着？你，嗯，我先给你个奖励，三哥来。不许动啊！你们俩都有份儿，不是单独奖励三哥自己啊，老大也给你个奖励啊，让老大不吵不闹的，让老大不吵不闹的，让老大。啊，老大往这跑啥呀？嗯，往这跑啥呀？我帮你抱上刚出去了。嗯，以后咱这整个那啥，哎，他把那垃圾桶应该整过来。嗯，是不是？明天把那垃圾桶拎过来，拎那个假去就行，放那假那块，整点东，整点收，咱怎么讲点文明？虽然说旁边树是树是草，咱不能总给草施肥呀，是不是？总给草施肥。咱家客服呢，老爷。咱客服没来，家人们啊，客服没在这儿啊。啊，你这是妥，你这里有妥哥那个地方大吗？没有妥哥地方大啊。你妥家地方到底多大呀？妥哥地方都有多大？他房子没有我的房子大，没有咱的房子大。院子大呗。他那院子是这个院子的五倍吧？五倍。嗯。足球场啊。他有好几个院子，他有中间，有中间有个院子，两个房子中间有个院子，这是最大的院子。然后后院还有院呢，后院还有种菜的地呢。然后呢，前面还有前院呢。前院的话，就相当于是咱家这个前院，你看了吗？咱家前院的三倍吧，那么大。咱家前院多长？你去过吧？前院多长？从这头到那头五十多米。妥哥他那院也差不多50多米吧，三倍大。但咱不能带狗上前院玩，家嘛啊，前院吧，就是别人家好几家在这地方，咱狗不能去啊。妥哥好像要搬家了，回去换房子了，他过段时间还搬家，那咱不知道，那不挺好的吗？那种不挺好的吗？来。来，你拿点啊！三文来，三文过来。这地方瞅着不好看，你就在这就行，把水管收了。你们知道我这水管子干啥吗，家们？我这随时随刻就他妈拉地上的便便啥的，家们，我应该买个那种伸缩的。你见过那种伸缩的吗？没有。
就是你可以，就是你不用的时候，没有水的时候吧，它就自动会起来，就这么一两滴儿。然后你用的时候吧，哗哗哗又伸出来了，老长了。用过吗？没有，没用过。韩家、韩哥家不用那样式的吗？韩哥家那个，就你是用完了，一收起来，哗哗就长两根拉倒了，往这一放。然后你用的时候，这水那个冲劲儿就给它冲过了那种，没用过。没有啊，我应该买那样式的，是不是冲院子？因为他们一拉吧，家们啊，就是我一搓啥的就容易带，就是就搓不干净，我必须得冲一下子才行。嗯，我不给他冲一下子，家们这时间长了，时间短没事啊，对不对？咱要是这个院子想保持干净的话，咱就是从头，从一开始。对不对？就得保证这个院子干净。喷枪白扯，家人们，喷枪不行。你喷枪的话就得存水，你喷枪就得把水存住的。你们咱还得整个水罐，不方便。咱直接就是，家人们，直接就是从里边出来就是，室外冬天咋播？冷的。室外咱就在屋里播呗。冬天咱就在屋里播呗。那没办法啊。来，咱三万一个啊。三万，你过来。在这儿，三万来，过来，你这儿来，三万来，三万，老大坐这儿，老大坐这儿来，动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。哎，我家人们，其实吧，我给他这么拿零食吧，我没有别的原因，我就想让狗子运动起来。三，哎，我操！你知道为啥吗？家人们。我就想让狗子运动起来，我并不是说想让它跑，想让它颠儿的，我想给它找点事儿干。你知道为啥老大赢啊？为啥老大赢啊？在外没注意听讲。溜号了是吧？我说，嗨，家人们，我其实咱适合在这样玩好，这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背景好啊？来，咱换个背景来，咱再换个背景。咱俩溜号了是吧？我看三万还能再溜号吗？来，咱看三万来。三过来，三坐来，我看三还能溜号吗？三来，三坐这，三来，三坐，坐好了，三坐，好啊，谢谢，好，走，不许闹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咱们家下方小黄车啊，家人们啊，下方小黄车，三，又溜号了，又溜号了啊？又溜上了！哎呀，塞班的，你干啥呢？塞班以为我说小黄车我要卖货呢，结果他们完全万万没想到我要数三，啊，比了三把，塞班输了三把，啊，下方小黄车年苞米29.9元八磅，家们啊，是不是50单了？啊，来，再拿一根，再拿一根。我这回让Simon好好的，家们啊，让他好好玩一把，啊，过来Simon来，哎呀，再来几把，我这波这个院子吧，我添的东西可多了，家们啊，我的院子里我还想添个凉亭呢，啊，我寻思在这个地方放个亭啥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放个凉亭。然后呢，我还寻思在这边院在院子里边再整个小院子，就在院子里边，家们啊，咱再给他们围出来一个地方，就是呢，像咱白天的时候不让狗子乱跑，他们就在那个圈里，他们就在那一圈里待着，白天在外面，晚上上屋里，就是外就是怎么的，家们，就是比如说我白天我在这个地方，家们啊，在这个地方我圈出来这点距离，知道吧？让狗子在这边待一溜，就让他们在外面晒太阳。知道吧？也哪也不让他们去，就让他们在外面晒太阳。啊，冬天的话也让他们在外面晒太阳。啊，给三位一个奖励。咱猜哪个时候要？这两俩最好。来，过来，让三位来，给我来一个来。三位猜出来了。来，过来，三位来。三位坐着来。过来，再把你要赢了才王啊！再坐，再把三哥直接等你。嗯，三哥看好了，放这儿了啊！好，
我握住你们俩的手，看咱们仨谁能抢着。预备，一、二。哎呀，快来快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没数数呢，是吧？过来，来，我没数数呢。你看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不一样呢？那我没数数就不能先跑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干啥去了？不是，咋能一样？不对啊！狗不只能看着黑白吗？这怎么拔的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再来，过来。这地砖颜色不对。跑过头，跑过油了。再来，过来，再来。你摔了你啊！再来，快来。来。咋呢？不知道。啊。来。这谁呀？这谁呀？老四。什么？老四叫的。小迷糊。没有小迷糊没叫，我看着呢。啊，那是石榴，看错了。啊。你干嘛？哎，这回差不多了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法呀，这眼睛这么不好使啊！啊，让老大造了。哎呀，这院子里边还是不干净。院子里边。跟干不干净有啥关系？院子里边有树叶子，有这那的，不行，打扰他们的视线。给三妹有奖励吧，三妹玩这么多把都没吃着。啊？地砖问题。啊？狗小型比熊用啥沐浴露？小型的比熊的话，你拍那什么家们？啊？你拍咱们家的白毛的。啊？炫白去黄的沐浴露啊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咱家白毛沐浴露就是炫白净白去黄沐浴露可香了，家人们啊，香味能达到俩星期，家人们你就拍这个沐浴露，39块有两瓶，你在外面买，家人们啊，同品质的沐浴露，你们在外面买的话得40块钱一瓶，45块钱一瓶，但在咱们家39块9直接发两瓶沐浴露，家人们啊。咱家这个跟某雕的是同一个厂家的，家们啊，同一条生产线上的，就连包装都是某雕的厂家给咱们设计的啊，家们啊，这个品质特别好，里边同样有精纯雕油啊，家们啊，同样都吃有留香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啊，放盆里吧行吗？咱放盆里头吧，你们说行不行啊？放盆里头吧。三万，你俩喝不喝水？三万跑累了吧？三万把肉干放在一个不同颜色的小凳子比较。你家们对呀，狗不就是能看着黑色或白色吗？对呀。那怎么啊，家们是不是？来，三万来，你俩喝点水。跑累了。狗粮什么时候搞活动？家人们，狗粮的话，11吧。啊，马上了，家人们，马上，这不马上10月份了吗？马上10月份了啊，一个月。用不上一个月，家人们啊，用不上一个月。11一般都提前开始。啊，咱狗粮好长时间没给大家做活动了，拍完了，感谢好日子。感谢好日子啊！我看好日子是咱牡丹江的吗？好日子不是啊！感谢我好日子啊！感谢我好日子相信三元爹，你放心吧，咱家这个沐浴露你就用吧，啊！你用完这回你还想用？我跟你说，咱家这个沐浴露，家人们啊，你花小钱办大事儿，家人们啊！三元还想喝，没喝饱，再三元，你看家人们，你会发现吗？三元会要东西，河北的。
咱家这个沐浴露家们39.9块两瓶，你家狗一年都用不了啊。但是还没完，家们，我还给你们赠送一条吸水毛巾。你看你非得舔这个口啊。他有盆里不有吗？咱盆里不有吗？塞文，他非得舔这个口啊。小袋狗粮啥时候有活动？小袋狗粮的话，家们啊，现在没有火腿肠赠送，知道不，家们啊？火腿肠卖没了。小袋狗粮在第3号链接。啥？他是不是用爪子去豁了了啊？你可坏了，三文，你可坏了，三文啊，你可坏，你做什么脚？你做什么脚？你做什么脚？哎，你抓三文了，你抓三文，你看能抓？你制服的，制服的，来，制服的，来，我制服的，来，我制服三文，来，我制服三文，来，三文又洗脚去了，三文你服不服？服服，我过来，三过来，服服，我给你摔倒了，信不信？啊，去，下，我咬我，咬我，边儿。服不？还想咬我？服不？哎我操！哎我操！彪！还想咬我你？彪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啊！服了？投降了？投降了 ？Seven 呢？彪！别还推我，三文想咬我啊，我能让他咬我啊。三文说枪法不准，三文给你个奖励啊，给你个奖励，三文啊，给老大一个奖励啊。吃饭了吧？几点了？嗯，好好跟三文讲话，我就是想让他 biu， 我就是想 biu 他，我就想制止三文。三文，啊，第二个怎么没有了呢？家人们啊，有，这个月基本就有，这个月月初吧，家人们，10月初就有了啊。你们想买鸭肉干的话，现在没有，但是有鸡肉干，家人们。哎，家人们，你们，我想知道你们为啥不想买鸡肉干呢？啊，我就跟你说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鸭肉干和鸡肉干，我卖10包鸭肉干能卖1包鸡肉干。为什么说这么多想买鸭肉干的呢？我想知道鸭肉干哪儿好。天儿凉了，给狗蛋子吃点鸡肉的，明白家们啊？天儿冷了，它不像天热的时候，你给狗蛋子整点这个鸡肉干儿啊，养养膘，对，养养膘。你别整那个，整那个鸭肉干儿。鸭肉干属于凉性的，家们啊，夏天多吃，鸭肉干不上火。他想要啥？他想要瓶子，知道吗？啊，看你哥 Seven， 你是真行啊，你是真行，我是真整不了你啊，玩去吧，去吧，玩去吧，掉掉吧。啊，你看，你真玩啊，你真犟啊，你这孩子真犟啊 ，Seven，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知道他那牙是怎么崩掉的了啊，就咬东西崩掉的吧。给抢过来吧，给抢过来拉倒吧，怎么本身牙就不齐，本身再说你本身牙就不齐。哎，行了，哎呀，嗯，夏天天热吃鸭肉干，天冷吃鸡肉干。对呀，家们，现在咱不就天热了，天冷了吗？你马上天冷了，家们，你买羊，对，让你家狗大的养点膘，是补充蛋白质，知道吧？南果梨收到了，好吃。家们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南果梨收到货，我跟你说，家们啊，南果梨，我给你看一下咱家南果梨，家们，咱家这个南果梨虽然说现在没有了，我跟你说，家们。这个南果梨呀、啊，怎么说呢？挺好啊，但是呢，收到货有好多不好看的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就是咱自己吃，就是口感好。虽然说梨不好看嘛，但是好吃，梨不好看，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它那个就是磨的啊，磨的不好看了，但是真好吃，这个梨。给我盖拧去了。你得先把水倒出来好了，把水给它倒出来。
你看 Seven 自己喝水呢，你怎么还自己喝水呢？ Seven 我给你倒，坐下，拿，快拿，快拿，坐，拿。挺好看的，不，你给灶盆里的，全给灶盆里的，盆里就是桶里没有水就好了。都有，下面那层没有，家人们，这回够了吧？三万，你看这回够喝了吧？咬去吧，就爱拆东西，那就爱咬东西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三万，那就爱咬东西。嗯。我看你要干啥去，三妹。我这手机又没电了。炫耀了。你别动啊，我手机没电，我把那个手机，哎，我看那个手机，这手机又没电，这多气！啊，这手机有电。哎，不滑，他又没咬开，他咬开了滑嘴，他没咬开，他滑嘴。你看，老大就搁这一动不动。老大，我现在我要换个手机播啊，家人们啊，那手机没电了，换个手机播。腐妞搁里头呢，恢复，这下播了，嗯，啊，下了，三月干啥？什么？老爷直播辛苦了，能下单的就下单吧，感谢家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咱给狗蛋子吃饭吧，来，把狗蛋全放出来，大眼也放出来啊，大眼放出来，给大眼单独，啊、不行，大眼不能放出来，大眼放出来吃饭不行，大眼我跟你说，大眼出来干啥都行，就吃饭不行，啊，拍一单狗粮，感谢不忘初心，谢谢家们啊。哎，大眼不能出来啊！我刚把门关上，快把门关上。什么时候发货狗粮？不忘初心，咱们家狗粮明天早上就能给你发货，啊，明天中午你就能看着物流信息了，啊，明天晚上就能揽收了，明天下午两三点钟就可以揽收，有揽收记录了，啊，咱们家明天就能发货，啊，24小时之内。哎，那罐头拿来了吗？罐头拿来了是吧？玉米蛋子，发不？玉米蛋子也发，家们啊！今天在三元爹直播间买玉米蛋子的家们，咱们明天早上都同样都一块发货。月燕和古瑞德哪个好？家们，玉燕和古瑞德，我们家狗现在此时此刻，家们啊！我们家狗今天晚上吃的果粮就是玉燕，你看看狗粮什么样，行吗？家人们啊，那个念玉啊，家人们啊，那个字念玉。我们家狗吃的就玉燕啊，来开饭，来开饭。嗯，哎，咱现在不用给他们添罐头，一会儿给他们添罐头，一会儿给他们加罐头啊。真的，来。上草坪这边来，上草坪这边，对，上这边来。嗯，骨盆拿过来，骨盆。几个盆这是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怎么少那么多狗盆呢？少俩狗盆呢？我看这屋里有没有狗盆。大眼在屋里呢，家人们，大眼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吃东西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，家人们，大眼跟他们在一块儿容易挨咬啊。这边一个，
果盆来，来，拿来，放一块，放一块去。还差一个。啊！开饭啦！怎么开门找我来？看不着，没人来找我。在这儿，果盆在这儿，这里呢。大眼儿，大眼儿，等会儿，开饭了，快来！三万，福妞，老四，小迷糊。我可愿看咱家这碗狗蛋子，正好六个盆儿，那水倒了没倒吧？让塞给整傻了。塞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寻思给倒了呢，塞整傻了，啊？拿刀给塞翻了。塞，这谁他妈欠？一点没有了。塞，你这脚咋这么欠呢？塞，你干啥给他踹翻的呀？这水就不能好好喝会儿啊？我要拦他，他还要咬我。盆上了，在那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个盆了，这回来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过来。放里边的，我拿手机给太脏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坐这儿来，三幺三来，老四来，你们坐这儿来，老四坐这儿。老大，虎军，三万来，三万来，快来，坐啊，坐啊，好了，你们怎么偏他呀？注意坐啊，小弟，先坐来，好。虎妞坐起来，虎妞，外边应该能坐住吧？虎哥，我看你是，真是，不打闹，迷糊，迷糊，飞哥，老四。坐起来，迷糊，迷糊，你说你俩怎么吃上了似的，开小道了？坐起来，拜拜。迷糊他妈，你开小道呢？迷糊啊，听谁点的？老爷没说吃你就吃，来，我这，来，等我数数啊。三万，咱自己整自己的盆儿，谁要不都不要给我留，都别给我留。三，又他妈给我留一盆，又给我留一盆。又给我吃，咱们家狗吃狗粮啊，家们啊，看不着。我跟你说，咱家这款狗粮，狗可愿意吃了，可喜欢吃了这款狗粮。罐啊，罐不用给，一会儿给。你看家们，狗的都喜欢吃啊，我都没有放罐头呢，是不是家们？有人说三幺店你总往里边放罐头，所以狗狗喜欢吃。我告诉你，我这里边没放罐头。哎呀，三幺你能不能吃了？怎么一吃饭就激动呢？没有狗粮更好，但我个人感觉玉燕狗粮更好。个人感觉吧，家人们啊，我因为。家人们，咱家狗吃这个狗粮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吃这个狗粮吃得快啊！就这个狗粮，他们肯吃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个狗粮含肉量高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碗玉燕狗粮168一袋，家人们啊，肉松10%，鸡肉、鸡胸肉20%，蛋白质大于26%，牛肉35%，这个狗粮含肉量高。知道吧？而且里边有肉松，让你们家狗的适口性翻倍，啊！你好了，等等吧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我这坐下，坐，兄弟，坐。
坐坐坐坐坐，给我打坐一下吧。坐坐坐坐坐坐，咱们坐坐坐坐坐，打坐一下吧。坐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我打断一下了啊，我再给你们加一点。戴文，这一盘怎么一点没吃呢 ？No， 十六。大眼，忘了大眼了。No， 靠，一会儿不许到。快，抓了，不许到。不许动啊！谁都不许动，我看谁吃，我看什么谁吃，我看谁吃啊！不许吃甜的啊！不管不谁不管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，不坐坐坐坐一下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谁也不看谁吃，我坐，谁吃我不给谁罐子吃啊！坐好了啊！我今天老爷特意一样。啊，坐，坐起来，正好七个，怎么七个呢？大眼还有一个呢，猫罐头，不对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不对，那边肯定还有，肯定还有，去找吧。你拿的就是这个，我是我这里边指定不对，三位坐好了，指定还有，掉哪回了？你看看有没有吧。你那是猫罐头。桌上，你桌上肯定还有，坐好了，明花，我给你分罐头啊，等会儿，罐头来的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啊，铲屎官去拿，他去拿那啥了，拿那个罐头了啊，不许动，啊，哎呀，这他妈等的，这等了多寂寞呀，这等的，不行，开搂得了。是不是等得太寂寞了？福妞坐起来，不能吃，你不许吃，给的太少了。晚上呢，今天晚上的狗粮给他们刚才吃一悠了，家人们是的话你们打是。刚才他们都已经每个狗狗都已经吃了小半盆了，家人们啊，就是刚才我已经喊过一次三了啊，家人们他们刚才都吃一悠了，没吃完这时候我就给添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少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就是俩嘛，这不七罐吗？有两罐是猫蛋子的。对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拿给我来，给我来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拿手机来，拿手机快。老四，坐齐了。能坐齐了，老三，能坐这，能坐这。不许动，不许动。啊，坐起来。小迷糊，你看看你就啥的。我非得揍你两下子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那家伙，天凉了，这罐头变成冻了。你看他们，看这鸡肉是吧？给去去去！啊！天冷。这腐妞馋，十六，大眼也有份儿啊，家们啊，等会儿呢，咱主要给大眼，这大眼的啊。拿手起来，来拿着。三，大哥快吃自己，快吃。这回自己吃自己的了。手机要没电了啊！这手机没电了，二十个电。哎，把大眼的锅拿来去，把大眼的锅拿来。
给咱俩倒一锅。卡了，没电了，刚才突然没有电了，家人们啊，没事儿。天冷的事儿，天凉的事儿。我在屋里，上屋里去，不能让他们看着。早上起来，啊，给大家倒一大盆，给大家倒一大盆来。大家别吵吵了，我给你整一大盆。啊，大家别吵吵，整一大盆，别吵吵，吵吵不给了。都不好好吃，都没了，看不着。嗯，一会儿啊，两分钟，果然全没。少倒点。好，给他吃点罐头，给他倒个罐头，放个罐头。大爷真的，就你能咋呼。来。给搅拌搅拌，和了，大眼子，这就抖那么省就完事了呗，上下颠一颠就完了，太少了，狗粮啊，够了，大眼吃这些够多了，好了 ，OK 了，啊，你大眼子来，大眼，啊，开饭，啊。好，猫蛋子，你把那个盆拿来，那个盆。啊，猫粮放哪儿了？猫粮。啊？不知道。你看那屋有没有猫粮？猫粮。大眼吃贼香，看你看吧。哎，大眼吃可香了，大眼啊，可香的了，大眼。啊，那么小的狗吃那么多粮吗？哎呀，这小狗吧贼能吃，没吃完，给它放点罐头。没吃完，给它放点放罐罐头给它。一罐行吗？就一罐行。喂一圈得半个小时吧，用不上家吗？啊，十分钟完事儿。10分钟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吃完就拉呀，虎妞。你是不是没数了，福妞？吃半天了，你都。咱俩喂的不多，家人们，不多。哎呀，你总看咱家大眼子长得大。整完了，拌完猫粮、猫罐头了。你总看大眼子长得大，家人们，你也不看大眼子是什么狗。大眼子可是恶犬呐，家人们，它可是恶犬呐，它能不多吃吗？家人们，饿。他饿呀，家们，饿犬，快铲屎的，快铲屎去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家们，我说的是恶魔的恶，并不是说饥饿的饿啊，家们，就是邪恶的恶，恶犬，家们是恶，邪恶的恶，好好搓，别粘地砖上，要明天还得吃。本来他就。咱俩狗粮家嘛啊，咱家狗粮，你想买咱家狗粮的，想让自己家狗子长得胖的，长得结实，长得壮的，家们，你就拍这个牛肉粮，家们，168一袋，划算，这个牛肉粮贼好，啊，不吃包退，收到货免费试吃一斤，啊，家们，收到货免费试吃一斤啊，含肉量高，啊，蛋白质大于26%，高蛋白，人生风景，你看没了，家们看没有了，啊。你把那水打开，进屋里头，我给你们倒点水，就把这水管插上行，你稍微扒拉开一点就行。啊，你给它打开，我给整点水喝。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小舅子好帮手啊，吃的真干净。狗子喜欢吃这款狗粮，家们，你们想买的，你们跟你说这款狗粮，你拍完之后，家们你看了吗？咱那狗子拉的粑粑、拉的便便，全是那种橙，家们，你看便，不给你们看便便的颜色了，家们，便便就是黑色的，知道吗？家们，
吃的多拉的少。我这明白吗家人们，吃的多拉的少，就狗拉的粑粑就跟羊粑粑蛋似的。知道吧，因为给你们展示便便有点不太好看，知道吗家人们，看不着，给你们展示便便有点不太好看，就是拉的非常成型。知道吗家人们啊，我们家狗吃这碗狗粮吃多长时间了都。我家狗吃这碗狗粮吃了这碗狗粮虽然说以前咱没给狗子吃过，但是这碗狗粮特别好。你底下那什么了吗？底下通那个铲上了吗？铲上了是吧？对，拉不拉多？拉不拉多？拉的多吗？拉不拉多？拉的不多。那大哥先给大点，先给大点，来水先给大点，水先给大点。是不是？水先给大点儿，没有水呀？啊？响了吗？啊？啊？你等会儿来，哦。这下午没有水，刚刚来的水吧，这是吧？别动，别动啊！现在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别动。等会儿来，虎妞。等会儿来，把盆给你涮一涮，虎妞。明白，喝凉水啊，没事儿，狗喝凉水没事儿家，狗不能喝热水。我跟你说，那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要给狗喝，你要给狗喝温乎水，那得急死它。我告诉你，你真的真的急死它。只有人不能喝凉水啊，宠物、动物啥嘛，他妈能喝，家人们啊。我跟你说，越喝凉水，他们的抵抗力越高。关了吧，关了吧，啊！狗能喝热水吗，家人们啊？对不对？狗不能喝热的，他们是能喝凉的。如果现在咱们要给他们热点整点温温水喝的话，你给狗大的气够呛。我一般烧开水晾晾喝。咱这么多狗，家人们，你说得晾多些水吧？啊，咱家这么多狗，你们说得晾多些水吧？那没事就得晾，那给狗大的急死，那就得给狗大的急够呛。大眼还没喝呢，哎呀，大眼没给呢，大眼没给呢，忘了。哎，我看大眼吃没吃完啊？那大眼吃完了，让他出来就完了呗，出来拉屎。我等会儿的，大眼子，你要敢拉家里头，我他妈削你！这大眼吃完了啊，家人们，大眼吃完了，看不着狗盆吃的贼干净，快跑，快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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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去，出去来！咋总卡呢？原因蛋咋就不卖了呢？不是不卖了，家人们，是卖完了。快石头出来，来石头出来。啊，原型蛋没有现在，但是过一阵肯定会有原型蛋，家人们啊，原型蛋应该是快到了。哎呀，这两天一直忙活搬家，三元店今天都没那个啥，没做宠物用品专场，老铁们，今天我都没做。狗粮49块有没有赠品了？现在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过一阵49.9的话是没赠品的，因为没有肠了，肠卖完了，有蛇吗？哪有蛇呀？哪有蛇？没蛇啊！你们想买小袋粮的家吗？啊，你们可以拍3号链接小袋粮，3斤4斤1袋的啊，已经拍了，麻烦发7照片，月银翠姐。那个啥，你备注上姐，你找咱客服备注上，你说你给我备注上要一张7的照片。明天有吗？
明天，啊，火腿肠的话得下个星期能有赠送，因为现在没有火腿肠了，咱火腿肠卖干净了，卖一根都没有了，咱也不知道怎么都愿意要那个火腿肠。咱每回家嘛啊，每就是咱们家火腿肠平均一个，半个月吧，家嘛啊，半个月就得进回货。这回厂家的火腿肠我们也等，我们也等厂家。厂家说最近订单多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没赶出来，啊，一直这火腿肠嘛晚了两个多星期，没出来。还能要照片的，就你们备注你想要谁的照片，家吗？但是现在是没有谁的，没有腐妞的照片，家吗？啊，没有腐妞照片，我要给腐妞洗一洗啊，家吗？给她洗出来，给腐妞大的洗出来腐妞的照片啊。牛肉棒有没有？牛肉棒现在也没有，家吗？有牛肉粒啊，有牛肉粒，拍一发两袋，家吗？牛肉粒拍一发两袋，铲屎的。牛肉粒是第47号链接，家吗？啊，牛肉粒拍一发两袋，铲屎的，你小石头拉这个粑粑，不知道以为大眼子拉的呢，那这应该是大眼拉的吧？啊，家们，你看咱小，你看咱家狗蛋拉的粑粑，啊，特别成型，啊，就。四哥戴小绿帽子的照片好看。四哥戴绿帽子的照片在新疆吗？还没黑天。你看我们这黑没黑天，家人们，都已经黑透了。我们这位都已经黑透了。何时有包哥蛋子的照片，老爷？哎，家人们，等我整完呢啊！我整了一个相册。我给你看一下子啊，我整了个相册啊，相框啊，我要把这屋我要重新洗照片，家人们看着吗？哎呀，我这都没贴上呢，家人们看着我都没贴上呢，大大小小的到时候我都整点啊，我多洗点照片，大大小小的啊，你看家的。现在就是 seven 的，这都是老照片的，家们啊，都是 seven 他们小时候的照片，老照片了啊，老四的 seven 的啊，小迷糊他们小时候的啊，都是这种照片啊，你看家们，我整一大堆相框啊，我要把照片都给他们洗出来之后呢，我全都给他挂墙上，到时候呢，家们，我洗出来的没用上的，家们，我都发给你们，到时候啊。有全家福吗？全家福到时候我拍呗，全家福最好拍了。最好拍了全家福。嗯。我把那个墙上整的都是那个什么，都是照片。啊。咋的？咋了？大眼了。大眼咋的？钻过去了。那底下得想想办法，那底下。不能让大眼的钻过去。没事，一叫就回来。啊。一叫就回来了。洗几张腐妞的，腐妞的也洗，腐妞的也省。嗯，都有照片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我手机上都有。啊，我这些照片，我这些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洗的，家人们啊？那个时候可能是还没有腐妞呢，我都洗这么就是我都已经洗好几年了，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腐妞呢，那时候。大公主的也多洗着，有大公主和老大小时候的。我那个手机坏了，家人，我那个手机如果要是现在要好的话，我那手机里边照片会更多。是我可希望把我那手机修好了，我可希望把我那手机修好了，家人，但是修不好了。能修好？啊？能修。搞个听筒就行。三十四号的链接有啥区别？三号、四号。你们一个那么三号链接是给五个月以上狗吃的，四号链接是给五个月以内狗吃的啊，四号链接五个月以内的狗狗吃。手机没有电了，家人们啊，三兄弟今天该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以后每天都八点直播，家人们啊，
改点了，八点直播。我希望大家伙咱直播间好朋友都记住了，好，我家们，咱以后早点播。啊，家们，八点直播。大眼在这儿呢，家们，大眼在这儿呢。大眼呢？大眼，大眼，大眼，大眼关起来了。大眼跑哪去了？大眼。刚来这么早下播，你的手机怎么天天没有电呢？我这手机就坚持两个多小时，十点了，家们，咱每天八点播，十点下播，咱以后就早点直播，家们啊！来，大眼出来，来，大眼出来。因为他的手机天天都不充电，自己都不想着充电。我这总忘啊！你的罗拉呀啊！明天八点来，早点来，好不好，家们？行不行，家们？啊！因为咱直播间三兄弟都，我直播间都被我整废了，家们。咱原先三四千人，我天天晚直播那么晚，时间长没人看了。我想把这老货老咱们家啊、老粉丝家们啊，就往回整一整，对吧？啊，家们，把咱家铁粉啊那些曾经总看咱家直播那些人，家们往回拢一拢。啊，我现在也没正式家们搬过来呢。啊，咱到时候拍个段子，都通知一下吧。啊，重出江湖了。对，重出江湖了，家们，咱以后多整点节目。对，啊，多研究点节目，多整点节目，家们。明天八点来啊，家们，好不好？大家明天都八点来啊。基本上三爷可能八点，就是晚也可能也就晚个十来分钟啊，也不会太晚。好吧，家们。老粉儿，情怀，啊。老粉都会进来的，啥时候播？老粉都会八点，家人们，咱们八点播到十点钟，啊！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啊！这样挺好的，谢谢家人们啊！不知道能坚持多久，肯定会一直坚持，家人们一直都坚持，啊！感谢家人们。然后我就下播了，家们啊，我这手机你还没发现手机卡了吗？卡了，我每天都来，我那手机没电了，家人们，你看我不骗你们，看这真没电了，我这个手机也没电了，看家人们，我操，又开机了，妈炮的，又开机了，这好像我骗人似的，这手机我怎么的啊？干嘛？又危机。我看多少天，哎我靠，完了，多少天哈？我手机怎么看不了解锁键呢？你没解开不当然滑不上来了，必须解开才能滑下来。啊，滑，快看！你说刚才是1%，为什么成9%了呢？这手机这冻的。冻的吗？冻的。小泰迪吃哪个狗粮？小泰迪的话，你买第三个链接，家们啊，第三个链接的狗粮，49.9一袋儿，啊，49一袋儿，四斤的狗粮，四品粮，含肉量35，啊，对，我跟我小舅子，我估计我俩的话，怎么得11点钟能睡吧？11点嘛，夜溜溜的收拾收拾。我现在也得整点8+1，啊，也不一定。也不一定天天。怎么这么冷啊？你冷吗？什么时候带专场啊，老爷？专场。正常来说，今天是吗？你说什么专场啊？二号也行吧，二号链接就是大袋的，知道吧？二号链接就是大袋的。哎，老四，
宠物专场啊，今天本身就是要带宠物专场的，但今天这两天搬家，这两天搬家就没带没做，嗯。你说老四都躲着大眼了，这大眼总聊闲，大眼还总聊闲，还往上凑。就得大袋三只呢，三只的话你就买个大袋的啊，三只的话你就买咱们家二号链接大袋就可以了啊。咱们家二号链接是五拼粮多一个冻干，就是比四号比就是比三号链接多一个冻干，三号链接是少一个冻干生骨肉，二号链接多一个冻干生骨肉啊。合着在床上用品，尤其是家里的缺了豆豆被，床上用品，哎呀，那不一定啥时候了。我不想往外地跑了，家人们。那三兄弟搬，我现在，咱换一个新地方，家人们不想往外跑了。啊，大眼闷骚型的，大眼抠啥呢？大眼，啊，十月一有活动没，老爷？十月一肯定有啊，家人们啊，下个星期有活动，过两天咱们就是。啊，烘干肉片啥的啊都有，我都给大家我破价啊，家人们啊，烘干大肉片啥，三兄弟给大家我破价卖，啊，宠物的，都等着给自己家狗子买好吃的呢，是不是家人们啊？三文，你总捅过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三文，你总捅过老大干啥呀？8点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完了，这手机又没电了。